当老师在我兄弟面前撒娇时，小弟，铜头归我，金叉归你啊！没问题啊，城堡啊，城堡，城堡吧，城堡没要了。我有，这些给我吧，不够我还有。这儿放置了次元补给舱。哥老弟，你 so YOUWILLBELIKETHEM APANTON METR WILLYOU 问号。我操！小省城，这怎么这么多人？小老弟，被包围了，咋办啊？还能咋办？凉拌呗啊！准备下雨吧。城堡吧，冲出去，把他们屁股折两半。我去！我操！快救我！快！我去了。也可以试。我回来了，城堡。咱们再来一把。我觉得你们已经不适合三排了，你们适合老死不相往来。滚！周老师，你刚才叫我什么？啊？什么？不记得了。柔柔老师啊，再叫一声嘛，就一声。开心一笑最重要，我是天成，点个关注吧。